能听见不？就每次要杀人就使劲的点，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明明我可以轻轻的点，但我却非得要使劲的点。哟，据我的推断，拉克斯应该是死不了。走，我们跟着蜘蛛玩一玩去。你为啥要在这里蹲呢？俺俩为啥不搁这儿蹲呢？嗯？为什么？没事，那鱼肯定得回线，我们也回线。诅咒那鱼亏三个兵，那鱼亏了一个兵，可以接受。这一级血个 E 确实还行哈。我操了，我把药吃了，我都不知道他学的艺，我以为他要跟我干了呢。白吃一个药，有点烦躁。俺俩可以约他打。蜘蛛没三呢，约不了。哎，这蜘蛛怎么能没三呢？哦，蜘蛛，没打蛤蟆。这鳄鱼可是有点难玩了，这鳄鱼。没办法，他有闪现。卡个眼儿的，防止我们二次被赶客啊。没死啊，我醉了。推进去。哎，这
个都没死啊，我吐了，真的，我都膈应死了这。这是我的真眼。刚才本来我都不用死我就能杀他的，失误了有点，有个 Q 没连上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死了他！闪个大！没啥意思，就是意思意思，试试就试试。哎，前面少补个车，要不然这波小冰锤了，有点烦。不过没关系，我可以卖装备。驾！那鱼呢？不是又挂机了吗？哎，鳄鱼不见了，奇怪啊，这种情况不见了，那就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挂机了。嗯，他怎么又回来了呢？那他干哈去了刚才？不可能打峡谷啊，这峡谷他上哪敢打去？跑了，算了，我就不跟他换了，万一没换了就不合适了。算了，我走了，兄弟，这不行。这没法打，你要把他捆住了，俺俩干他那倒没事儿。你要捆不住，这就打不了了。其实我觉得这蜘蛛刚才不放E好了。廉价版三下。
적이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你是不是当我没看见你刚才把 W 给放了呀随便杀，杀哪个都行，双杀。可以。我们临死之前把伤害打出来了。跟我在这晃啥呢？晃我大呀！要把我大给我晃掉！哎，可以打。杀呀！给我换了！哎呀，为什么是我扛塔呀？差30块钱，怎么办？哎，中单玩的这把可不咋地，打了个250。上去守塔呀！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我看见他了。小龙要不要？小龙，小龙吧，小龙，小龙，小龙。这女枪刚才应该是把技能都交了。这也不好打呀，这鳄鱼不准备下来了，我们直接开来。
猜中，他们家的上单真是个他妈扶不起的阿斗，天！小龙不来，不知道在搞什么。 这把这劫，我估计杀人应该能挺好杀。我们家都挺脆的，其实都蛮脆的。这波回上路啊，下路不去了，下路阿卡丽去，阿卡丽。 再 farm 一会儿，其实没差几个人头，我们一会儿打团把那女枪杀了就好了，找个位置 TP 一手。这个杰现在能杀我，因为我没有大，等我们有大了，我们就可以干他了。驾，干他了。 拜拜。吼！ 厉害呀，老讷鱼，老讷鱼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，看到吗？有点不知道北搁哪了。先避一手，这波直接 TP 啊！咦！ 来，远古，不是远古啊，错了，这叫什么玩意儿？峡谷先锋，不能上，你们跟不上。 回上路，他害怕了，他害怕了，我也害怕了。这波上去跟他带啊！ 打小龙，这他妈小龙要刷了，跑上来四五个人。这。
没有 R 的鳄鱼。这波他们就不应该把蜘蛛给卖了，知道吗？卖蜘蛛就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你把蜘蛛给卖了，你不一个一个杀他们？他们这个一开始劫都没到，你知道吧？那鳄鱼跟劫都没到。你今天能跑，我就吃屎。现在去把中路线给他们带过去。真牛逼，我操了，刚才这一波上路这鳄鱼带线能来四个人，真狠呐、啊、交闪了。你大龙瞅一眼吧，应该不能打，我估计。嗯，打上了，看你们的了，加油吧，兄弟们！那蜘蛛怎么回家了呢？哎呦！我神志不清啊，我找找机会就叫就说我神志不清，那我泉水挂机得了呗。一共整场啊，除了上路他们家劣势以外，有没有哪地方是劣势的？没有吧。这种情况我不去找机会，我还怎么的？我等着队友我躺赢啊，我还等着躺赢啊，我指得上他们吗？你只能说机会找的不是很好，没有办法。啊，蜘蛛帮我帮了个猪。嗯，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行，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没事，怪就怪吧，我也都习惯了，反正输了就是怪我，这都比较正常。因为也没啥可说的，你说能怪得了谁呀？那一个个的这队友都是你爹，你说无论是我们家人还是对面的人，那都是你的亲戚，那咱也没办法，那就只能这么地儿，没招。谁让你们有亲戚呢？你说是不是？